我说黑啤，你说杯。Happy Space， 想喝水、泡茶、插花、插笔、村尖筒、黑色雾面。即日起，只要到台湾霸线上商城购买黑啤石杯，就可以获得最萌实用黑啤石杯一个耶！ Happy Space。爱情，一个令人捉摸不定的战场，情愫扬起的那个云那个雾，总是让人眼睛看不到东西南北。情人的种种行为也都看起来好不合理，好冲动的呀。什么？只见那远方有位傲骨嶙峋，在爱情中仍维持着理性分析的人啊，原来是精通经济学的理性人，正在用各种经济理论避开爱情的网罗啊！啊，怎么那么不浪漫？爱情里面到底有没有法则？能不能用经济学来解释？今天就要用爱情经济武士来教大家怎么劈开这位淘气的小木头。开始之前，先听首歌吧。劈经济吧。在爱情经济学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爱情的供给者与需求者，而爱就是市场上的产品。想要迅速脱离单身找到另一半吗？那就要慢慢来，别越级打怪。我们先从简单的爱情经济学第一式开始。产品差异化。无论你的目标客户喜欢的是温柔体贴、幽默可爱，还是高富帅、白富美、有 WiFi， 身为一个提供爱情的供给者，第一步就是要吸引你的目标客户，让他买单。假如他喜欢简单平凡，你就得比一堆平凡的竞争者还要平凡；假如他想要找才华洋溢，你就得比一堆才高八斗的竞争者还要多个几斗。没错，就是要让自己跟其他嗡嗡嗡的竞争者之间有所区隔，这就是爱情经济第一式——产品差异化。呵呵，这样够特别了吧？对方的小心灵准备被我独占吧！啊，难不成这就是爱情经济第二式？减少供给。举例来说，如果黑皮变得很难约出去，我们可以视为黑皮在爱情市场的供给量减少，这样追求者不管是付出更多的时间等待，或是直接氪金氪银请大餐求关注，成本都会大大增加，这样黑皮在爱情市场的价格也就上升了。因此最后留下来的追求者比较可能是愿意在你身上花更多心思的人，那些来玩玩而已的就容易被筛选掉了。也难怪欲擒故纵这招从古至今都这么管用啊。不过现实上当然还是有可能因为原本想要欲擒故纵变成重重重重而重到没人疼没人爱，呵呵，毕竟爱情哪有那么容易理性分析嘛。啊，不行，我们还是要维持理性经纪人的颜面啊。在前两次已经来回过招好几回以后，相信有些人已经告别单身开始交往了。但交往之后难道就是一帆风顺百年好合吗？欧诺，交往之后其实也会遇到问题啊。千万别上当。你如果傻傻的以为对方真的会看你的意思，一定是因为你不懂爱情经济第三式：叙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俗话说得好，口嫌体正直。叙述性偏好和显示性偏好，白话文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因为这两种偏好不一定是一样的，经济学家拿理性的照妖性一看，这根本只是缺乏效率的沟通而已嘛。吵那么久，最后还不是决定要去吃对方想吃的餐厅？那你一开始讲清楚不就好了吗？还在那边都可以看我，还要我在那边猜我，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回去，现在回来还要猜你，你知道吗？旁白先生，请不要把私怨带进节目，谢谢。而情侣之间，我们也常发现两个人的爱并不一定相等，这是因为每个人在爱情市场中的弹性大小是不一样的。什么？难道爱情经济第四式就是第一集提过的弹性吗？没错啊，虽然我们都是政治正确的小朋友，爱清洁有礼貌，觉得外表收入都不重要，但不难发现身边总是有些人比较羞腾腾好抢手，而有些人在感情上却像是没人要的感情边缘人。这些边缘人的感情在恋爱市场的弹性比较小，这表示他们千辛万苦找到另一半之后就很难再有别的替代选择，也因为这样，弹性小的人容易被爱情剥削，愿意为对方做牛做马。而另外一方面，条件好的人就是弹性比较大的人，不但不会为你做牛做马，还可能骑驴找马。因为他们的感情在爱情的世界弹性比较大，表示他们有比较高的议价能力。因此，原本吃饭各付各的，会变成本来都自己上班，会变成。But 啊，使用弹性大这招可要小心走火入魔啊！这种行为可能会让对方心里渐渐觉得，怎么付出的多却得到的少？长期下来，感受不到自己投资的爱情有得到该有的回报，而迟早就会跟你撒悠那拉再会啦。最后，也是许多人在爱情江湖中会遇到的大魔王。什么是最烂分手理由群啊？为什么对方交往前的殷勤，交往后就变成阴晴不定？这就是爱情经济的最后仪式，边际效用。
在爱情里，边际效用指的是你每多付出一点点努力，就会得到多一点点的幸福感。大概就是再靠近一点点，就跟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的概念。对。但早在1870年，经济学家就发现边际效用这种东西常常是慢慢递减的呀。什么意思啊？假设黑皮吃一根香肠，就会得到5个开心的感觉，但随着每多吃一根香肠，那种开心的感觉就会一点一点慢慢减少，这就叫做边际效用递减。回到爱情，交往前只要付出一丁点努力，就可以有满满的幸福。但交往久了，好像每多付出一点爱，得到的回报反而越少，甚至还反效果，被对方嫌弃很黏。可不可以不要每天讲电话？我想有我自己的时间，不行吗？情人发现投入的感情得不到相同，心里砰砰砰的感觉，就会慢慢减少投资爱情啦。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养小三小王，虽然在原配身上投入爱情得到幸福感少，但只要开启新的无痕视窗，投入一点点感情就能再次五体都满足啊！许多人就是不想浪费之前的努力，又想要享受新的幸福，就让原配变成花草树木绿绿的颜色啦。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在11月11号再次播出。经济频道这边，你已经是获得绝学之人了，还坐在这里干嘛？有情人呢，你们的感情要是触礁了，觉得乏味了，要知道这是因为感情跟所有东西一样，都会边际效用递减的，这是人性啊。你可以试着做些过去不会做的事情，尝试些新鲜事，或许就能让你们的感情加温呐。单身又想找另一半的，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快让自己跟别人有区别，提升自己的价值，成为一个有自己生活也爱自己的人，收集些有用的情报，准备鼓起勇气告白了呀。最后就算被拒绝，孩子不用担心，你已经迈上经济学爱情大师理性之路了。这条路可能很漫长，但你要知道，强者都是孤独的啊。虽然今天给了大家爱情经济5式，但千万记住，其实感情并不是那么简易就能分析的呀。恋爱投资有赚有赔，仅供参考，纯属娱乐，单纯经济分析有误。各位经济的朋友，带上你们的脑袋，我们要继续开屏喽！谈到爱情这种日久弥现话题，我们就要来访问台湾爸最日久弥现元老萧宇辰小火车大大，对爱情有什么看法？爱情呢？我觉得呢，爱情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两个人变得互相适合对方的过程，一旦找到那种默契，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我觉得自己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也找到那种默契了，爱情成为我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养分。很感谢当我在经过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在台湾爸的草创时期的时候，有你相陪，让我不用老了以后让学生来推轮椅。每次当我在很烦躁的时候，只要有你的出现，我都会变得很平静很快乐。我觉得自己唯一能回报你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爱情能够再加上一份承诺，让我成为你未来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陪伴。亲爱的咪咪，你愿意嫁给我吗？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点红龟上面订阅我们的频道，记得顺手按个小铃铛，让你最新消息一把抓。还想要看更多的朋友，也可以点左右两边的影片继续观看哟。